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一飞，真恩爱翻成仇恨，莫把金家套井，休将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刚才那段是这个杨浩中杨老师的斗法啊，那这个斗法说的不错啊，就是有一点山东话有点出天窗，知道不知道？这个下去休息，我跟大家说一个，还是接演三言二拍。三言二拍，昨天咱们讲那个故事叫钱秀才破战凤凰州，今儿咱们讲这段叫这个吕洞宾斗黄龙。其实所谓的吕洞宾斗黄龙呢，如果把它从头到尾看过这个故事的，就应该知道啊，这篇故事其实等于是吕洞宾成仙前传啊，就是到底吕洞宾在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神仙之前是一种怎么样的状态，并且呢，哎对，在学员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然后呢，这个怎么样顿悟，然后成为一代这个煞星。吕洞宾是什么时候人呢？有人说是唐朝人，有人说是宋朝人，哪朝代都有。咱们姑且按照这个三言二拍当中的说法，啊，唐朝时期。说这个吕洞宾是东华帝君转世，所谓东华帝君是整个所有神仙当中男仙之首，转世投胎。刘夫人怀孕到十月临盆的时候，在家里边躺着做了梦，说梦见天上啊飞来一道白光由东而至，啊，这道白光是特别的快，飞到自己家的楼顶上，发现这白光里边暗含着一只仙鹤，这只仙鹤展翅摇铃，在这个房顶上排成了单砖，啪落到房上。这时候梦醒了，降生吕洞宾。吕洞宾姓吕名言，字洞宾，后来呢号叫纯阳子。为什么叫纯阳子呢？说是这个五阳真人。什么意思？就是阳年阳月阳日阳时阳刻啊，咱们也具体不太了解具体能阳到什么程度啊，反正就是五阳真人，所有的生辰八字全都是阳时啊，叫纯阳子。那么吕洞宾在这个顿悟道家之前是一个非常醉心于科考的这么一个读书之人啊，家里边也生活比较殷实，使奴换辈，非常有钱，家里边就希望能够祖上冒了青烟这一辈儿，这个能有一个这个能考取功名的人。吕岩呢也可以说是不负众望啊，这个刚一会说话就开始能够学着老先生的样子啊，能说会道啊，三字经百零五千字文啊，什么这个四书五经经史子集拿过来，这个学的是比谁都快啊。十岁这一年就做童生考取秀才，哎，本县可以说是非常有名，这是神童啊，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可是再往上考，说什么也考不上了啊。在三言二拍当中这样的案例特别的多，昨天咱们讲的钱秀才也是这么一情况，钱秀才十二岁考取秀才，结果再往上考，说什么也考不上去了啊，官场黑暗也好啊，各种情势所逼也好啊，导致这人他就是上不去啊，考了很多次啊，一直到二十多岁，岁数挺大了，虽然说是饱读诗书，但是没有功名。那家道殷实，也得给他寻一门亲事，娶了一名妻子，姓陈，叫陈氏啊。哎，后来呢，身怀有孕，给他生了一个小儿子，一直到吕洞宾三十多岁啊，那么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追求了。三十多岁可以说考了这个六七次，每三年一次乡试，考六七次乡试都没有中。对这个功名呢，越来越觉得
虽然说自己追求，但是恐怕是离自己此生是越来越远啊，希望自己的儿子未来能够完成自己的心愿啊。慢慢的呢，就结交了很多外面的读书啊，这个喜欢经史子集啊这些朋友啊，在诗社里呢经常的在一起的交流啊，然后呢就是忙自己家里边祖辈传下来这点家业。单说吕洞宾三十几岁这一年的清明，给自己的老父亲上坟啊，父亲在小的时候就辞世了啊，就剩下母亲陪着自己啊。那么这一年清明给父亲上坟，上完了坟把家里的人打回去，自己呢想要趁着清明时节，哎，这个景色不错，在外面游玩一番啊，溜溜达达的慢慢自己一个人往回走，走着走着看着远处有一棵大柳树，柳树刺儿这儿挂了一个新玩意儿，什么死人啊，烟不是死人吧，挂一个人，走到近前一看，这个人上吊，然后摸了摸这个人的脚，这个人的脚上穿的是非常单薄的布鞋，虽然说是清明啊，已经进了初夏了，但是天儿还不算太热，但是这个人穿的鞋非常的薄，摸了摸这个人的脚，脚上还有温度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说不定还能有缓儿把他从上面抽下来，看看鼻息有一点气啊，摇了摇推了推，慢慢慢慢把这个人苏醒了。这个人哎呀，睁眼一看，我怎么还在这儿？哦，这儿有一个人。仔细看，这个躺的人多大岁数呢？也就是十七八岁年纪，身上穿着非常的朴素啊，也可以说很穷困，身上有很多的补丁。那么十七八岁的这个人虽然说面黄肌瘦，一看就是非常的家道中落，但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个人应该也是读过不少的书，有一身书卷之气啊，在自个儿的怀里，吕洞宾看他睁了眼了，行了，这人缓过来了，哎哎，我找了年轻人，年轻人，你怎么在此处寻着短见呢？这个人一听有人问话，一肚子苦水漾着嗓子眼儿，哇，眼泪出来了。哈哈哈哈哈！一身不合适，眼泪出来。哎，先生，你何苦救我？我既然在这儿能上吊，说明我已经没有什么活路，生无可恋，你何必救？哎，年轻人，瞅你这年龄也就是十七八岁，不到二十的样子，又看你的样貌像是读书之人啊，既解孔孟之道，就知周公之理。孔孟言道，人未知生焉知死啊，你这么年轻，连活还都没活明白的，你为什么要寻死寻短见呢？你说说到底为什么？哎呀，您要让我说，我就跟您道一道，道一道我的苦水。一会儿您走您的，我在这儿还得挽个套上吊自杀。怎么回事呢？这个年轻人就跟吕洞宾讲了自己的情况。这个人姓苟，就是一个草字头，一个句号的句，姓苟，叫什么呢？叫咬，咬是杳无音信那个咬，狗咬。哦，没个名儿啊。那么，这个狗咬这个年轻人呢，也可以说是自幼饱读诗书啊，四书五经无一不晓。但是呢，家里边非常的穷困啊，是个穷酸的书生。自己呢，家里边父母可以说这个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
也是打小中了秀才，考了一次功名也没考上，没考上没关系，给家里边人说你这个读不了书当不了官没关系，家里边可以供着你，咱们开个小买卖。可是做什么赔什么，干什么的都不行，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头几天的事情啊，老头老太太出外边做买卖，结果也不知道是谁，估计是让马车给扛翻了，肇事逃逸啊，老两口一命呜呼，家里边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变卖一空，弄两口薄皮棺材把老头老太太掩埋之后，自个儿回家，家徒自闭，越想越难受，就想自杀。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先生啊，您看我这么一个人，我现在一点活路都没有，您就干脆让我死算了。哎，先生，你这是何必？不就是觉得自己读书之后无用武之地吗？上一次考不中，下一次考，下次考不中，下下次考。你看我三十多岁了，这还考呢，对不对？你着什么急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得小羊羔，不怕没羊肉吃，对吧？你这样，你不是说自己没有活路，没关系。我呀，就喜欢结交喜闻读书之人。你呢，就在我家做一个门客，有什么事情我多找你商量。咱平时在一起吟诗答对，我那边呢还有很多的朋友组成一个诗社，大家在诗社当中这个习练文字，感觉特别好。你呀就在我家住下。你听这话，这怎么成啊？我读书之人，我这么大岁数了，不能够自食其力，我还在您家受您的恩惠，这给您也是添麻烦。没关系，没关系。我这一辈子，我估计我考取功名啊，是没有什么大可能。你还年轻，我觉着以你，我看你这个读书的这个造诣一定错不了。以你这个年龄，这个诗文能力，一定未来有机会。我供着你。如果说你未来显达于诸侯的话，我还能够仰仗于你呀、啊。这不就是一环一报的事情吗？啊，反正三分两次这么一说，谁但分有一点儿机会，谁也不愿意死。好，那就多谢恩公。爬起来，这个小伙子当当当磕了三个响头，恩公救命之恩，我是此生难报。跟着吕洞宾就回来，吕洞宾赶紧问家人：“这是我的好朋友，姓狗，叫狗咬，狗先生，啊，狗先生，谁也不许瞧不起他，别看他现在穷，未来必能显达于诸侯。”啊，未来就可能还是咱们老吕家的恩公，所以你们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他，啊！好，打这一点起，这个狗咬呢就在这儿啊，这个人家叫这个名字没有办法啊，啊！打这一天，我住在了吕洞宾他们家。哎呀，两个人在一起，天天是促膝长谈，这一谈不要紧。吕洞宾一看，好了，罢了，这个狗咬狗贤弟啊，真是了不起，人家真是了不起，不许人家严肃啊，我们不念故事，真是了不起，这诗文之说是比我强得多呀、哎，他日必能有一番造诣啊。然后呢，慢慢的就把他引到自己的诗社。大家在一起，很多的文人呐，啊，这个老的老，少的少，都是想要求你一番功名，喜欢吟诗答对，啊，那么很多的这个文人雅士在一起，啊，甭管是这个正月里啊，正月十五啊，大家看天上满月在一起做一段诗啊，还是这个平时。啊，迎风弄月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共同饮酒作乐呀，啊，反正是每天过得非常的逍遥自在。
话中有这么一篇。这个吕洞宾跟自己这个狗贤弟在屋中正在吟诗答对啊，正在吟诗答对，突然间外边有家人来报，报老爷，外边啊，有本县的一位孙员外，自称是孙员外，想来找您商量要事。哦，孙员外，那速速请进吧。啊，派家人去请。这时候，这个狗贤弟的马上一抱拳拱手啊，兄长，有重客来见，那么我就先退礼吧。人家知道自己家里边有重要的客人来见，马上人就退下咱者，这是啊。过了一会儿，上了一位，啊，一看也是家庭人质之辈，穿着非常讲究，年龄呢比吕洞宾要大得多，大约是将近50岁年纪。一进来，这个所谓的孙员外啊，抱拳拱手啊，这位应是吕员外。您是孙员外，您请上座。来人，看茶。有家人把茶端过来，放在这儿。这孙员外说：“啊，我是咱们本县的一位富户，我姓孙。今天呢，到在咱们吕员外这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求你。哦，您我素不相识，敢问孙仁兄，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啊？我想问一下，世下可是有一位饱学之士，姓狗，叫做狗咬吗？嗯，正是啊。啊，他与我是莫逆忘年之交。太好，我今天来未必是就为了狗先生。我家呢，不瞒您说，方今有小女。年已长成28芳华，16岁。我家小女啊，自幼也是饱学诗书，啊，不习女工，但喜诗文断字，吟诗作对。小女啊，家里面也是惯出毛病来。16岁应当说是习一门亲事，但是别人不想嫁，就想嫁一个饱学之士，就想嫁一个能够跟他在一起吟诗作对之人。前不久啊，我呢打听来打听去，说您那里开一个诗社，我呢也到诗社当中寻访之过，啊，寻访过一次，寻访的结果，所有的诗社中人啊，都对这狗咬狗先生是挑大坑的。那么都说这位先生将来必有惊天美丽之才，定能成就一番大业，而且来说这个诗书在胸，这个人定能与我家这个小女成就婚配，所以我特来此处提亲。我知道这位小先生呢，在您家这里啊，在您这里暂住。那么如果说您能够帮助我成全这桩美事，我想啊，未来这必是咱们这个亲上加亲的好事情啊。咱们本来就都在一个县里面，那以后呢，我想咱们必然都在。你看好不好？说那个事情，吕洞宾心里边那一想，马上就不高兴。吕洞宾不高兴。按道理说，那个年纪、那个年代，17岁的那个书生，16岁的女儿在一起，男大当婚就可以女大当嫁。但是为什么吕洞宾不太高兴呢？因为他把自己呀、啊、想要成就一番功名的这个想法，已经完全现在寄托在了这个自个儿这个小贤弟里。那么希望他能够实现自己没有达成一个心愿，但是他就怕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苟贤弟贪恋床帝之欢，未来把诗书功名抛石脑后，那他的这个愿望就达不成了。所以心里面特别慌，马上就跟那个孙云来说啊，仁兄啊，感谢您这一桩美意，但是我要跟你说，这个大丈夫何患无妻，我家这个贤弟啊饱读诗书，马上呢要考取功名，我希望他能够在立业之后再做成家之事，所以呢暂且这些年啊不做婚姻之事的考虑啊。哎呀，贤弟，您这就差不对，您看成家立业，立业成家，这本身之间无可厚非。再者一说了，我问您，如果您这位小贤弟真的是考不取功名，难道说您就让他一生不娶吗？你要这么说啊，我也告诉您，这我也想好了，我家小贤弟呢不用诗书，饱读四书五经，但是谁也不敢保证他一定能够考取功名，但我这里已经替他想好，也不可能让他终身不娶，25岁为忌，至少他还能考2次，如果25岁之前他不能考取功名，我就给他心愿起誓，25岁，今年的17，8年，哎，您为何要如此的强势啊？您跟他又不沾亲又不带故，您这么管的？对，我现在已经把我满腔的热忱全都倾洒于我的狗咬狗贤弟之身上，我希望他能够帮助我实现这一番作为。好，几次单单这么一说，哎呀，这个孙员外一听，看来是真的没有希望。好吧，告辞而归。但是这个孙员外可没死心，转过几天来，这个诗社搞自己的诗文会。这一天呢，还巧了，吕洞宾家里边有点其他的事情，没有参加这个诗会。你说狗咬自己到了这个会上。参加这个会之后往外走，半道上碰到了这个孙员外。孙员外赶紧，因为他早听人打听出来了，那个是狗咬，马上喊一声：“哎呀，前方可是狗咬狗先生！”啊，老哥，这个大胆，这就是个名字。好，请慢路。一回事啊，您是啊，我是昨天这个到过啊，您吕员外府上的那位，姓孙啊。哦，您是孙老员外，您找我何事啊？啊，是这样，我家有小女，今年16岁啊，我就觉得您能够跟我家小女成婚得配，我希望您能够成全此事。昨天我去问这个你家李大哥，他不同意，我觉得这个事儿就看你的，你要觉得可以，我看没问题。说实话，这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狗咬今年也是17岁年纪了，心里边一听这个事儿是很高兴，可是搬过来又一听说哦，家里边大哥不同意。哎呀，孙老板啊，我说句实话，既然您这么提，从我自己来讲，不孝有三，不后为大啊，我也是成家立业之年纪，我虽然到今天仍然没有考取功名，但是我觉得我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自己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我毕竟受着吕洞宾吕大哥的恩惠啊，我觉得我还是要回家跟他说一下。
我力劝我大哥能够同意这桩婚事，您看怎么样？好吧，既然如此说，你回到家去，不论成功与否，你一定回来跟我说一声，我家在哪里哪里住，好吧？好，两人商定此事，马上回家找到吕洞宾。这个跟吕洞宾把自己的想法前前后后，还有碰到了孙员外那些话，都跟吕洞宾说了。吕洞宾一听，哎呀，难道说你此刻真的想要先成家再做立业之算吗？没错，也罢。吕洞宾听完了这话，说：“你既然真的如此说，那好，心已经这么想了，我再强势把持也是无用。这样吧，你想什么时候办这个婚事，我就跟孙员外去，没关系啊。所有的房宅呀、这个所有的安排啊，所有的该花的钱，我肯定一分不少，只可能是风风光光。但是有一点我要说一个要求，你必须答应，否则就算了。”对，吕洞宾这时候提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自古而今，上下五千年的中国，甭论谁提，跟兄弟要提这个要求，肯定这就翻脸。什么要求？哥哥，您说您什么要求？头三宿归我。啊！说实话，这个故事说到这儿，真的是有一些。这个让人匪夷所思。我当时我最早看到这个故事这么写的时候，我也觉得，哎，这合情合理吗？即便是不合情不合理，哎，故事就是这么写的。而且就是因为这三宿后面后文书还有跟这三宿非常相关的事相扣，狗咬听罢了这个要求，啊了一声，大吃一惊，哥哥。就能办，我还同意，狗咬还真就同意。好，放下狗咬同意这事儿不说，马上吕洞宾就找孙员外办事。那时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孙员外早也就跟其他人这个打听出来这个狗咬是什么情况，早就跟自个儿的小闺女把这狗咬的情况说得非常清楚，闺女也同意了。好。结婚找年人吉日就结婚，拜天地入洞房，入洞房可不是狗咬入，吕洞宾入，把所有人都轰出去，门关上啊，一对喜蜡，红帐高挑，里边照得非常亮。那么那个孙员外家里边孙氏千金坐在炕上，一身红，带着红盖。吕洞宾可没往床那儿走，往旁边那桌案这儿，啪一坐，从袖口里穿一本书出来，啊，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拿出来就开始看书，什么话没有？看书看了足得有半个时辰，搁现在话一个小时了。这个孙氏千金蒙着盖头也不能说话，就低头想，哎呀，我家相公刚才听脚步声音应该是进来，为什么不过来掀我的盖头？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个一都没有了，再不好意思也应该过来，人都言春宵一刻，那么为什么我家相公不过来掀盖头？左思右想，想不明白，最后一个多钟头实在是闷不过去了，说了句话，相公，你在那里为何不过来掀起我红帐之盖？
我头上是罩头，说不出一句话。李仲斌说：“姑娘，不忙，你且稍作歇息。如果困了，你倒头就睡，不忙。”这叫什么话呀？啊，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为什么他等还不忙？你在那里，你在那里独处在坐镇呢？啊，我在读《大学之道》《载明明德》，读书呢。啊，太爱学习了。您学习什么时候学不行？这天你，咱们这是春宵一刻，你知道？哎，不忙，你困就睡你。这俩字儿一直支到天亮。第二天早晨起来，啊，这个所有的人，很多家族员工全都前来贺喜，啊，贺喜接应还是狗咬接应，谁也不知道这个吕洞宾在这儿过了一宿。第二宿、第三宿，简短截说都是如此，也就是说，一直是吕洞宾在那儿读书，始终连个盖都没见。到了第四宿之前，吕洞宾找到狗咬说：“贤弟，已经三宿了，啊，这个头三宿确实归我了，你那兄弟还心真宽啊。第四宿了，你呢，去找你的爱妻啊，进去成婚得配。”狗咬心里边可以说也是辗转反侧，打碎了五味瓶，有高兴有难过。这媳妇儿这还是我的吗？他心里边也想不太明白这个事儿。哎，可以说懵懵懂懂的来到了洞房之内，把门插上，走过来啪一掀盖头，一直没掀盖。一掀盖头一看，哎呀，我妻呀，这三日里你是怎么过的？三日多一直在洞房之内，我都没敢乱动，没有敢出去。这三日里你一直在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啊。狗咬这才突然明白，哦，这是我的兄长在点醒于我，告诉我啊，不论什么时候一定要把功名放在首位啊。这招可够狠的。行，打这一天起，虽然说得生分配，但是狗咬仍然没有忘记每一天这个学习诗书。到后来啊，狗咬还真是不负吕洞宾之厚望啊，考取了功名，成为一方的官吏啊，一方父母官。那么时间荏苒，日月如梭，眨眼间十年之后，说这一天啊，吕洞宾家里边造了难，造成难了，天上闷雷滚滚，咔打下一个霹雷，天火一把，把吕洞宾一家烧了个片瓦不留。虽然说家人跑出来了，但是什么都没剩，一下家徒四壁。吕洞宾带着自个儿媳妇跟孩子要了饭了。那么日子过得是非常之艰难，要饭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吕洞宾就想起来当年啊，自己曾经的这位狗咬狗贤弟，他现在是文大于诸侯，已经是一方的霸主啊。那他能不能念及我当年对他的这番情谊，看现在帮我一把。知道自己的贤弟狗咬狗贤弟是在哪里边当官啊，这个一路要饭，非止一日，找到了如此。哎呀，这个时候真是天差地别，绝不是当年在自己家里边住的那个厨子书生，反正是大官吧，也别说是极品了。好，狗咬狗贤弟马上把这吕洞宾迎到家中。当然了，
对佣兵的态度那是非常的恭敬，你说怎么着，是吃什么，是喝什么，是住哪儿，穿什么，一律是最上乘款待。可是李永斌把自己家里边事情说完之后，跟这个自个儿这先帝说啊，先帝，我现在是能落难了，我希望你能够支援各位吧，啊，家中哥哥还有这个妻子还有儿女，能不能够帮我一把，哎，这也不忙，这也不忙，别着急，咱们这里多住些日子，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了，这个小弟也有一肚子真心话，能够聊聊吧。可是一日两两日三，时间拖长了，李宗斌每当提到想要让他帮一把，也其实就是给些银两的时候，这高贤弟马上就推开，不忙不忙，不着急。一日两两日三，一共拖了半个多月，哎呀，李宗斌实在等不了。贤弟啊，我知道你对我这是一番不舍之情，但是我家中尚有家小啊，啊，他们得要饭吃啊，我在你这儿每天这个酒山肉海的，我吃不下去了，你赶紧给我些盘缠银两，我回家好不好？这且不忙，又是一个不忙。而且刚说完不忙，马上后边有下人回禀说，哎呀，老爷，谁谁谁谁到您这儿来访，您赶紧去看看吧。哦，这个李仁兄，我这儿有点公务缠身啊，不能就陪，不能就陪，您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跟下人说，告辞了。有事儿吕洞宾这个心可是一寒到底呀，当初我怎么对他，现在他怎么对我，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是一点不假，看来人心呐，就是这点世态炎凉罢了。我看从他这里抠点钱出来是不大可能了，得嘞，我回去还得找我的一家七小。扭身从这个住宅之中走出来，自个儿说，我要饭，我要回去，一家人也是一家人，往回走，走了大约是半天多的日子。这时候天上是红日当头，走得有些累了，在一棵树旁一靠，正休息着，旁边来了一位老者，啊，老者大约有六十开外，三六长髯，披发前胸。老者一看，虽然不能说是富户之家，但是应该是家道殷实，啊，这个穿着打扮还稍稍讲究。老者走到近前，看李永斌在这里愁眉不展，啊，哎，这位先生，你在这里，我看你愁眉不展，久坐于此，这是为何呀？我慨叹这人间的人心世态炎凉啊！你有什么心事，能不能跟我说说？老先生，跟您说说也无妨。人在难受的时候，就愿意多找一些人诉诸心肠。我是这么这么回事，当初我怎么救的狗咬，现在狗咬怎么救？哦，没关系。当初你救他，那是你的良心，现在你觉得他不管你，那是他的良心。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吧。这样，我身上呢还有些干粮，这儿还有点散碎银两，就送与你，算作咱们俩的缘分。哎呀，这可不可，这可不可。几次的推搡没有推开，老先生把钱跟粮食放在这儿，扭身就走了。哎，看来这个人心的世态炎凉还不能一概而论呢，有好人有坏人。哎，我吕洞宾今天算是遇上好人了。你看，当初我对狗咬那么好，到现在他对我是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素不相识的老者，他能够对我就是这样。啊，慨叹一声，将攒的银两收起，干粮在身上，又往回走，一路无话。回到家，回到家，确切讲的家的那个地方，
那个宅基地前，吕洞宾可傻了。怎么傻？他走之前废墟一变，现在回来再一看，嚯，这宅子比原来自个儿住那宅子好上十倍。哎呀，里边家人进进出出，但是仔细再一看又不对。怎么不对了？上面搭着偏棚，大白棚，蓝白色纸花扎的彩白了，正当中有三个大字，大大字，哎呦！再往前一走，看着自个儿的妻子跟孩子在门口迎客，啊，迎这个吊唁的宾客。哎呀，这是怎么回事？陈氏，我的妻呀，你在此这般这时坐镇，这些天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媳妇儿抬头一看，哦，死了过去了，怎么的？一肚子的问号，赶紧过来把自个儿媳妇儿搀扶起来，推推搡搡又喂了口水。我妻醒来，醒来，醒来，喊了三声醒来。媳妇睁开眼，哎呀，莫非我这是在梦中相见吗？我的夫啊，你还活啊？啊，此话怎讲？你哪知道？这些天哪，咱们家真是遭了好人包。这个你走了，也就是几天的光景，有人到咱们家前来送钱，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递了一封信，打开那封信呢，我看到内容写的什么呢？说是你的这个狗咬狗贤弟啊，派人送来大批的钱粮，好，来周济咱们家兜这个灾，给咱们家把这个宅子盖起来。可是宅子虽然说盖得够快够好，可是没有多长时间，啊，也就是这两天的事情。有人就把一口棺材搭过来，啊，那么我又接了一封书信，这棺材里边说的成的就是为夫你的尸首，说你在这个狗贤弟家突然有一天得了暴病就死了，啊，那么我当时啊，我开始是不信，可是后来一看棺材也在这儿呢，而且来送病的这个人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绘声绘色。我后来就信了，然后这才办起白事。怎么你今日到此啊？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吕洞宾又是惊又是气又是疑又是喜，百感交集，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一看灵堂之上停着一口楠木棺材，这棺材倒真是好过木。情急之下，吕洞宾一不做二不休，从后院找了一把斧子出来，奔这个棺材，扛扛扛，几斧子把这棺材盖掀开，一看棺材里头，不由得是大吃一惊。好，啊。